我是你是我会员有特权吗？我来看看。秦乐讲吗？秦乐讲吗？你是我跟故事有关，三道底加跟尊的一生。你的过去，我不曾参与。你的未来，我奉陪到底。连败者壮士，这是声音吗？这应该讲啦，我就报错了。我好像听过，好像匿名报名，他是自己唱的。有可能欸，我觉得布丁 T 这个名字就很像会是尊取的小号啊。真的，那像什么蘑菇将军那些的。好了，主任别躲了，好，就别躲了啦，跑路啦。那这个 AI 讲的 AI 讲的，跟上个重叠啊。来，见你的流量 ，OK。放我大便在吐司吗？那时候的时间点，我记得非常深刻。下午5:34，他们接近桃园那个地方，北上大概是。为什么是接近桃园呢？是因为新竹那边有那个什么科学园区，对不对？他们的下班时间都会塞车，我那时候就很想大便，你知道吗？我到一辈子没有那么想大便过。他们新竹那边就塞了，就塞了。我那时候开特斯拉，是加塞下去。不然不做臭叉烧啦，不然打。什么变音啊？我怎么讲的？我都不记得了。我突然我感觉我想OK， 就好吧，感谢参赛。但他的配的还不错，我在等他有什么反转或有个笑点的 punchline 的东西，那直接结束。参赛，投错边，投错边了。喂，布丁 T。哦，什么东西啦？什么大麻产物啊？不听听，太小了啊！哎，这为什么没有爆破之所云？所云，好吧，那如果这个的话，感谢参赛。对，你这帮不是所云，我好不会入围。OK， 布丁体。我帮出沙小奖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啊，我帮出沙小奖，感谢参赛。哦，我刚讲说那个，好，我现在重新讲一遍啊。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。哎，对，我刚讲这个，你有听到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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